给我试一次好不好？加油！你这样，我在这儿给你有一个标志。你要那个点的时候，先看准白球，然后当你出杆的时候，你把那个视线放到我这儿，它就是那个出球的那个线。你觉得他听懂了吗？你刚说什么？就是朝他打，打他脸，向他开炮。大家不要太期待我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不期待，不期待，不期待。一随一随一随随一随一随，哎呦！靠你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是吗？打你是吗？对。哦，有戏感觉。有戏。每次差一点点，不够劲儿。哎，很遗憾，第二组挑战失败。你假装叹了口气，哎。你俩上，你俩上。坤坤加油，孟佳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三组挑战。你先别说话啊，你先别说话啊，先别说话。还得甩点头发，机会一杆就中。哇！哦！哇！稳了稳了，原来大家出道都是做台球厅老板的啊！哎，等会儿那个动作怎么做来着？哎，这个动作请问？